本行一万，双手奖金一万，咱的奖金一万，然后咱的代表咱赖会员立委的李秘书哈，以及各位里长，啊，咱代表蔡秀兰议员的啊林黄秋香秘书，也是咱的里长，啊，各位里长朋友，啊，各位在座所有学界的士大，咱农业局咱的吴祖密，啊，以及各位。啊，龙辉，各位士大，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真欢喜，咱一年一度合家四季节又过来开始，因为咱合家有介上介好食、上介甜、上介脆、啊上介有滋味的咱的合家四季，所以呢，今日透早就爱来和大家来做伙，哦，所以。啊！我头到有各水党拢有行过，吼、哦，见证咱客家时光实在是无得比的，哦，无得比的赞，哦，所以啊，真欢喜。咱确定啊，今年一年的时光，我们搁当你评审的吼，确定啊，咱评审评出来上届冠军的，哦，第二名的，其实大家拢做好食，但是好食中间嘛爱找搁较好食的，哦，所以啊，真欢喜。啊，今仔来个咱的商业文化，咱的客家四季节的活动，咱看哦，看到做个青龙，不管是来自咱关庙的，还是来自咱北门的，哦，不管是正做往来，或者是哈路，哦，含这个啊香瓜，哦，啊，搁有啊咱的大荔，哦，木瓜，哦，搁有咱的啊玉米、小番茄，大家拢做好食。但是今仔日行到这四季。我想，哦，足侪人拢好朋友拢伫遐，哦，住伫平常，这点是非常非常啊，好欢喜的代志。咱未来，吼、哦，唔是未来，将是特别把咱的好食的啊，上佳好的客家西瓜推荐给咱台湾所有的好朋友，哦，来加看卖，哦，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哦，唔惊，咱来比较，哦，只惊讲你唔知影讲台南客家有遮好的。啊，农产品这么好的西瓜，所以呢，非常非常感谢啊，咱啊这个啊公所以及咱农会以及各位议员、各位里长，大家齐心协力，把客家优质的农产品介绍给咱所有台南市的市民以及所有台湾这些好朋友啊，大家通来了解，而且再次要祝福今日活动会当圆满成功，各位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蛮舒服。即摆防疫期间，你也看，咱个中央政府大家遮尼啊拍拼，市政府嘛全力来配合即、這个啊，即、這个防疫个活动吼，互、哦、咱台湾当国维持一个啊，正会当啊，大家会当啊做生意，会当来食物件吼，会、哦、当安全的即个环境。看咱隔壁个国家，大家拢做爱去日本，大家拢做爱去韩国，但你也看日本。即摆规个拢封锁掉的，花也卖袂出去，花也无伫卖啊，吼、哦，啊饭店也无伫开啊，吼、哦，韩国吼嘛、哦、是真严重，啊卖讲美国，卖讲欧美啊，吼、哦，所以呢，咱有即个环境，大家拢爱珍惜，啊珍惜的方法，吼、哦，就是爱注意讲，吼、哦，爱戴罩，爱闭嘴安，吼、哦，戴口罩，爱洗手，啊维持社交距离。哦，咱客家也是要做努力的，但是你坐也是安尼哦，无戴口罩，吼、哦，啊无洗手，啊佫无维持社交距离，就较危险。你若讲迄磐石线，迄话危险，一个军港内面，足侪人拢中标啊，吼、哦。所以，而且要甲大家报告，咱啊维持较好的即、這个哦，即、這个新冠肺炎吼，拢、哦、莫感染到咱台湾。咱台南现主是六岛内面新冠肺炎上较少的。咱即摆有台南有16个确诊病例，啊，若别个县市有的人到116个啊，吼、哦，所以会使讲真济，所以咱来做注意的，吼、哦，而且在此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我们市长的勉励，吼、哦。